现在捷运南京三民站这里哦。这次呢，要带大家来吃的是什么样的素食料理呢？就是芋莲斋。听说这一次他们有推出全新的菜色，之前小友带雨妈来用餐过，大家有没有印象呢？我们这一次就一起来看看吧。给大家看一下，我们拿第一轮拿了这些，但是其实还有好多好多料理。那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，跟我第一次来用餐的经验，我觉得现在变得好新，就是变得很高雅整洁的感觉，用餐的环境也很不错。我原本想说，它这一次的这个芋莲斋2.0的主题，它是会依照来客数来做一个数量的给餐。那我发现其实餐点还是算蛮多的，不会因此就是比较少。这个是巴西蘑菇汤，料也蛮多的，各式的异国料理大杂烩。这个是日本料理才有的，然后这个中药味很浓，喜欢中药味的人会喜欢。这个是现做的老虎面，我觉得它 CP 值很重，哎，料超多。这是它醋，来看一下我拿了什么东西。我刚刚拿的就是又有满满的两大盘，另外还就是点了两个现做的这个面，还有这个火锅，我觉得很棒，很满足。现在是甜点时间哦，我拿了这些，这是冰品雪酪，然后还有就是不同颜色的果冻，很可爱。然后甜点部分我拿的比较少。
讲一下这个冰好了，因为一般我们可能是吃到饱，它的冰呢都是用冰淇淋，就是吃起来很腻很甜，但是它这个是那种就是水果，就很像绵绵冰的口感，我觉得吃起来蛮养生的。想要品尝不一样美味的你，记得要订阅、分享、按赞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